大家好，我进来试验发型和机行下龙图。我计划讲要用分段的方式来把这本小说的龙图完成，所以我家己来试第一段。我为第一段是为第27页开始，第一章海上中风。一直到今，我还是无法度理解迄片海域的全部奥妙。老主管巴格用神秘的目睭看我，伊讲：“你可能爱为着你的两个小学老同窗去日本一转，一个是案件的当事人郭武忠，另外一个是杜建良。伊的朋友透过国际刑警网络找到你。”讲需要你的帮助，伊甚至认为伊的案件甲郭武忠案件之间有一定的牵连。巴格讲的郭武忠，我拢叫伊高中啊，是春风海运的少年头家，娶一个某真水，毋过天性还是风流，日子过甲真飘撇。前一站，伊伫舞台顶唱歌的时，雄雄倒落来。伫阮故乡引起真大诶风波。另外一个是杜建良，我拢叫伊土良。我已经真久无看到伊啊。伊是外地搬来诶，较早甲我真亲近。毋过因为一寡代志，因兜阁搬走啊。了后我着无阁传着伊。我尤其会记，杜建良有一个大阮两岁诶迷人阿姐。叫做雷魂，巴克甲我讲，即逝我坐一只特别的游轮去日本，尤其想袂到的，我将会伫游轮顶悬见到雷魂。虽然已经遐尼久啊，我一听讲会使见到伊，心肝还是噗噗彩，就亲像搁一遍看到我心目中永远性感、妖娇的一蕊开头、迷恋的玫瑰。尤其是，你一定袂使理解，我袂使无想起小学五年，我第一遍看到伊的情形。迄天是出大月娘的阴暗，我伫故乡大陂的岸边无张电撞到伊。迄个暗暝，我举阮阿嬷伫雨水漂饲鸡的卡拉去偷虎鱼啊。雷魂大喊走过，我煞予伊弄一个险险跋入鄙里。毋捌看查某囡仔伫鄙里安尼青光走个，尤其伫暗暝。喂，你是无生目睭哦？我双手放伫一丛水柳，毋过，迄支阮阿嬷伫雨水漂个脚仔，煞加留伫鄙里。伊先是伸手把我的手骨抓咧，煞了，佮把我对强强要跋落大陂的险境救入伊的胸坎。我的面雄雄感受着伊胸仔的柔软，迄是我从来毋捌感受过的女性胸坎，有一个黄金的香味，虽然。我要跋落大陂，毋过阿嬷的脚仔随着雨水流去啊！哈哈，真歹势啊，阿弟啊！伊甲我回实的，讲歹势就准煞，我的脚仔加流去啊啦！我会互阮阿嬷骂死，安尼要安怎？我哪会知影要安怎？无，安尼拄你啦！煞了，我还未赴反应，伊就甲伊芳芳有回味的厚嘴唇，搭伫我的嘴皮顶悬。喂，我哪会听到你的心在噗噗跳嘞？安尼，敢袂当原谅我阿弟啊？我才毋是阿弟啊嘞！你叫啥物名？几年啊？
五朝阳，五年啊，你咧？多离婚，阮兜拄搬来。然后伊甲我讲，大比搁较过迄头，有一首猫仔拄出世。伊问我敢要看卖咧，我讲好。搁续咧，伊就甲我讲，伊嘛是偷走出来，袂使互因老爸发现，因为因老爸无允伊阴暗出来，伊是暗暗选出来。伊讲因兜就是大比个边仔迄间，伫饲大只达肯个，已经加袂使互伊个老爸知影伊是来看遐猫啊。我讨厌阮老爸饲大只狗去小达，伊安尼讲。毋过讨厌阁会使安怎？你是伊个查某囝啊，我想要结一个较大汉个囡仔。囡仔讲话开口，毋过一定真亏害。伊若阁饲迄款狗，有几日我会离家出走。我阁会记，秋天的月亮，甲大比照做一片的银色水涌。中秋已经过的秋天，我闻到的是附近冷甲惨的烂土味，阁有伊身躯黄黄囝仔。会香，我行伫伊个后壁，心肝噗噗菜。伫大比较我近，畅管铁路个迄丛加东下骹，正是有一首小猫仔伫叫。阮做伙去咧看，拄好火车来啊，火车轰轰轰驶过。悲欢的铁轨路，青白的火车顶照着伊的头毛，佮伊密集薄薄的顶冠衫，我敢若对伊的薄衫看到伊的颔骨仔筋、肩胛骨，佮伊伫我的头壳内敢若充满色欲的两粒圆滚滚的泥仔。伊，多良的阿姊离婚，大阮两岁。迄阵在读初中，伊有外冷冷的两蕊目睭，厚厚的嘴唇，甲悬扑扑的芳香，甲悬扑扑的芳香，我安怎嘛想袂到，我将会阁撞着伊。